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请坐。我们继续来学习净宗根本戒，请看《大乘无量寿经·浊世阿苦》第35品。我们呢，继续来讲啊，第四条戒，妄语戒。我们一起将经文呢读一下。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及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遇人未敬，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籍，记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神行苦极。当思之时，悔复何及？好，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呢，上次呢讲到，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底下呢经文是憎及善人，败坏贤名。这个憎就是憎恶，嫉就是嫉妒。那么这一句话呢，把这个现在社会很多人的弊病都给讲出来了，传统文化在中国衰落了将近200年，所以大家对圣贤教育已经漠视，甚至会反对、排斥。现在如果说提倡做好人，做善事，大家都会有嗤之以鼻。你说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代人觉得很难以接受。都崇尚功利。所以善人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很难立足，大家都会对他憎恶，对他所做的事情会有嫉妒，甚至障碍。那么善人做善事，对于社会会有利益。那么如果我们憎及善人，破坏他所做的好事，这个罪就很重。他这个好事对社会影响越大，我们的罪就越重。他的影响越长远，我们的罪也就越长远。就受罪
时间就很长。啊，将来堕到地狱里头，那是论劫来计算。啊，所以嫉妒心呐，要不了。啊，如果有嫉妒，那就是啊，种下无间地狱的因。所以《太上感应篇》很多的经文都谈到这个问题。啊，要把嫉妒心呢放下，要学着随喜功德。啊，见人做好事，我们能帮助就尽量帮助，不能帮助我们也随喜赞叹、鼓励、祝愿，令他的好事能够圆满，给众生带来利益。这样的心地就善良，人家做的好事等于是自己做的好事一样，人家的功德也就是自己的功德啊，这叫随喜功德。人家功德有多大，你的功德就有多大。啊，你能随喜，你跟他是平等的。因为心平等。啊，同样是善心。啊，那你还不用做啊，不用辛苦。你就可以跟他得到同样的功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啊，要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到人的人家做好事，哎呀，心里由衷的高兴。众生有福啊！啊，这样的存心就善。啊，增吉善人，心地啊是邪恶。嗯，那如果是败坏贤明，这罪就更重了。贤明比善人对于社会啊利益更大。贤是贤人，明是有智慧的人。啊，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他们能够啊利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啊，他能够教化百姓，教化众生。如果我们毁谤他，啊，凌辱他，让大众对他失去信心，这个罪呀，决定就是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罪根源还是嫉妒心，因为贤明的人有智慧、有道德，必定得到大家的恭敬、赞叹、供养。啊，我们看到他得到这些名闻利养啊，心里放不下，起了憎恶、嫉妒。甚至啊，要败坏他、毁谤他的心。啊，那么如果你的破坏得手了，啊，真的令他法缘断掉，他不能在这里啊教化众生，那是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了。那个罪比杀害众生生命还要重得多。啊，因为
生命失去了，他顶多再投胎又再来了。可是法身慧命被损害了，也就是他的知见偏斜错误，那他是永远不能回头啊，他就随顺恶法啊，抛弃圣贤的教育啊，造作无量的罪业，那生生世世都在恶道里啊。所以害人慧命啊，比害人生命的罪啊重得多，那个果报决定都是在无间地狱啊，就是败坏贤明的人。在佛经里头啊，《大宝积经》里面啊，有一部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这部经，师父上人讲过多次啊，他说这部经是我们末法时期救命的经了啊，让我们从这个经上啊，观察到自己有什么恶业习气啊。在经文里是讲，有一次佛在波尼赖城仙人住处啊，施禄院中讲法啊。那么当时有500菩萨啊，跟着佛一起修行。这些菩萨，不是说真的菩萨了，大概是属于受了菩萨戒的，假菩萨，初业菩萨，恶业习气很重。经上讲啊，他们业障深重，诸根暗钝，善法微少，好于愧闹。这个谈说世事，丹药碎眠，多诸细论，广迎众物。做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能够精进修行戒定慧。结果弥勒菩萨呢，对这些菩萨们小菩萨们很怜悯来劝慰他们那么跟他们讲这个让他们呢一起去佛陀那里求法。那么这些小菩萨们呢，对于弥勒尊者说呀，我们与无上菩提圆满道分呐，没有进步啊，都在退转啊，就是在菩提道上啊，不是在进步啊，而是在退步啊，他们也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他们的心常常起疑惑。被仪仗所盖覆。昨天晚上我们这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还有同修也提出类似的问题说现在这个仪很难断除这仪就最破坏精进，所以有仪就精进不起来了。疑什么呢？自己业障深重啊，能不能往生啊？能不能做佛呀？
会不会堕落呀？对于这些善法、这些圣贤的经教，也存有怀疑，所以不能够真干，不能去落实。这就是业障啊！弥勒菩萨劝他们，那你们干脆就到佛那里去，向佛请教吧。于是这500菩萨中有60菩萨，跟着弥勒菩萨到这个佛的施露院中，见到佛啊，这佛的威德摄受啊，他们就五体投地呀，不自觉就流起泪了，觉得自己很悲痛，不好意思见佛呀，心里愧疚啊。没有啊，真干了，没有依教奉行了。佛就跟这些菩萨们讲啊，你们也不要悲痛了，你们现在的业障啊，是因为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导致的。什么恶业呢？佛讲，是你们欲助众生以畅悦心嗔骂回辱障恼损害，骂人呐，毁谤人呐，损害恼怒别人，还以畅悦心，觉得很舒畅，很痛快。逞一时之愤，恼害众生。那么佛跟他们讲了他们其中一个恶业。什么恶业呢？说他们在往昔拘留孙如来法中。这个时间很早了。拘留孙佛，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一尊佛。这些菩萨们当时也是学佛的，而且还出家。他们出家能修持净寂。持戒精严，而且有多闻，听经听得多，闻法不间断，那佛到哪里讲法门，他都跟着，可是呢，升起了骄慢心，觉得自己很不错啊。又有多闻，又能持戒，出家为僧，还能行头陀行，头陀行是苦行，少欲知足俨然大修行人的样子。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功德啊，升起执着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有骄慢、放逸。放逸是什么呢？看人看不起了。人家如果不持戒，人家如果不能精进修行，他就在那里批评、毁谤。自以为是啊，自高自大。当时有两位说法比丘，这是讲经说法的法师。那么讲经说法嘛，自然会有他的法缘。
啊，而且法缘还挺殊胜的，啊，每次讲经就很多人来听啊，听完之后就会供养。那么这一些持戒的比丘，看到那两个说法比丘，得到名闻利养，心里就放不下了。嫉妒心升起来了，啊，嫉妒心升起来了，就会毁谤。结果当时他们竟然啊，编造了一个妄语，啊，给这两位比丘套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呢？这两个比丘行淫欲事，犯戒啊！啊，这个罪名给他一加，结果这些法师的信众对法师就怀疑了，不相信了，不跟这两位法师学习。啊，所以呢，善根从此就断了，不能闻法了。啊，所以善根就不能增长。啊，这一些信众们呐，法身慧命啊，也就因此断掉了。那这些毁谤的人，恶业就重了。啊，他们的果报就非常惨烈。佛在经里讲，这一些原来持戒修行的比丘们，啊，这60人呢，那一生生命结束了，立刻堕入阿鼻地狱。阿鼻地狱是无间地狱，啊，最苦的地狱。那个苦是没有间断的，多长时间呢？600万年，600万年在阿鼻地狱啊！阿鼻地狱的业受满了，又转到等活地狱。啊，这个比阿鼻地狱稍微轻一点，属于8大地狱之一，也不得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诸经佛说地狱纪要》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等活地狱是什么样的啊？8大地狱，每个地狱都有介绍啊，那真是触目惊心的。在等活地狱里面，400万年啊，然后余业还未尽。又转到黑神地狱，啊，200万年，啊，这黑神地狱啊，那个神都是啊，高温，啊，像铁锁一样，嗯，人在里头走，那个阴风吹那个黑神抖来抖去，切割罪人的身体。200万年，啊，余业未尽，又入烧热地狱，600万年。从烧热地狱，这都是火烧啊，下油锅啊，从那里头出来了，才得人身。地狱业总算了，受完了。出来得人身了，还有余业，500世中，生盲无目，就是天生就是瞎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毁谤法师，断人的法身慧命，500世做瞎子呀。
而且愚钝。为什么呢？谤法就得愚痴果报。常常忘失正念了，这个业障障缚了他的善根。福德也很微少，这个容貌也很丑陋。我们讲做残疾人，人家都不喜欢他，而且他还常常遭受人家的毁谤、轻贱、戏弄、欺嫌。在边地贫穷的地方受伤，常常丧失财宝，生活非常艰难，过500是这样的一个苦日子。你看，当时毁谤人很痛快啊，因为这一念的增吉善人，败坏贤明，造作这样的罪业，那个果报可是长远啊。在地狱里面总共待了多久呢？计算起来1800万年。从阿鼻地狱到等活地狱到黑绳地狱到烧热地狱，1800万年。然后做人还有500世，做盲聋喑哑、残疾、贫贱这样的人。最后到后末世500岁，这是讲在末法时期第5个500年，就是2500年之后。那今年是用西方人的算法，佛历25，这个58年吧，五六年，他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出来得了人身，而且出身贫寒，还会常常受人诽谤，常常忘失正念。虽然过去生中有修行、有善根，但是呢，还常常有磨难，就是修行有很多障碍。你想修，冤亲债主不同意你，不让你修。虽然偶尔会发起一念的智慧光明，立刻又被业障盖覆。这是我们自己思维自己都常有偶然听经闻法升起一念的智慧，有了悟处，或者发起一个大心，要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但是立刻就被业障盖覆了。那么500岁后，就是这个末法时期，这些业障都消除完了，这些人得到净土法门，他们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最后当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一批人过去生中见过佛的，见过释迦牟尼佛，
但是当时没有成就，就是因为业障深重。到末法时期，他们又来到人间，才得到成就。那是要业障消除干净了才行。啊，想想啊，哎，这批人到底是谁呀？啊，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呀。我们自己想想，没学佛之前，会不会有嫉妒心？啊，这嫉妒心的习气。过去生带来的，啊，我自己想想，我自己就有啊。我记得10年前，啊，应该是12年前了，啊，2001年，啊。我跟我母亲到新加坡拜见我们师父上人。啊，当时呢，这个陈小旭居士也到新加坡来皈依。啊，陈小旭就是演《红楼梦》的林黛玉的那位演员。因为我呢也看过《红楼梦》啊，一眼就认出他。啊，大家一起坐着聊天，那时候我是从美国过去，啊，这个还没到30岁啊，20来岁啊，少年气盛啊。那么师父老人家呢，对林黛玉啊，不是，是陈小旭啊，也比较礼遇。啊，那我在旁边呢，看到了，心里就不服了。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演员吗？我就在旁边说了一句损他的话。我说，这个你在摄影机前呢，没有我们师父在摄影机前经验丰富啊。我说的时候啊，是用一种很轻慢的语气，当然也是说的是实话呀，因为我们师父在摄影机前天天讲经啊，但是这个味道啊，传出去啊，就让对方不舒服，师父在旁边也不说话，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不对了。这一念是什么？就是增吉善人。人家来皈依好事啊，你干嘛要损人家呀？他在这个国内也做不少慈善的事业。像你看他资助拍这个《了凡四训》，就是达士常主演的那个版本。这是大好事啊！我们没有随喜赞叹他，反而呢对他也不服。这个习气啊，过去生中增吉善人败坏贤明得来的。所以那天晚上，我跟师父老人家，在那个小茶室里坐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跟师父老人家请教我说师父，弟子自己修学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习气，请师父老人家这个提醒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呢要改进。
问了一次，师父不说话。那又问一次，师父才淡淡的说了一句：“要放下嫉妒心。”我这时候听到了，感觉到很惭愧。现在这个社会培养这个年轻人从小就学西方的这种所谓个人英雄主义这种观念的影响个性都很强自己要是有一点福报，有一点智慧，就会起傲慢，看不起别人看到别人好，心里就会嫉妒。这个傲慢跟嫉妒它是一体的两面。你有傲慢，就肯定会有嫉妒。为什么呢？看到别人比自己差，你就会傲慢；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你就会嫉妒。与生俱来的大烦恼过去生中肯定都是像这种持戒比丘看到人家说法比丘了得到名闻利养，心里就放不下了，就会毁谤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那痛哭流涕。我24岁的时候读这部经听师父讲这部经心里就特别的忏悔羞愧所以我当时自己反省，为什么会有不善的心？根本还是孝心不足，孝为百善之先了。要反省反省自己对父母，也是有傲慢、不服。所以自己在我那时在大学在美国大学留学的时候自己关起门来在宿舍里头听这部经边听边拜边痛哭流涕，发了9条孝愿孝养父母，断除一切对父母的不善的心要升起恒顺恭敬宁舍生命也要供养父母，护持父母满足父母一切善愿，随喜护持父母一切善行，从这里开始做起所以思维一下自己过去也是像这个经里面讲的那60菩萨一样，业障深重过去肯定也是修行人的也肯定有学过净土法门的所以这一生遇到佛法还能够笃信还能够学习佛法，能够出家不是过去修行人怎么可能做到？但是虽有修行，骄慢嫉妒的心没放下，
造罪业就重了。啊，所以我听到这部经，我想到可能我呢就是其中那一个堕地狱的人，在地狱里面1800万年。啊，当时就这一念之差，对人家讲经说法不能随喜，反生嫉妒。啊，那当然也是自己的名利心没放下，看到人家有名利，自己就放不下，啊，就会升起嗔怒、嫉妒。由贪而起嗔，由嗔起毁谤，造业，由自堕落，饱受痛苦啊！在末世又重新出来了，啊！再遇净土法门，这一生可真不能再放过了。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呀！这就是佛在经中预言的，你是其中一个，当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可不能再造同样的业了，不能再去毁谤别人了。特别是人家做善事，人家在弘法利生，你要是去毁谤，你去障碍，啊，哪怕是内心起嫉妒，那都是造无量罪业，那就要重复以前那个果报啊，再下来，经文讲不孝父母，轻慢师长。这个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前面增吉善人，败坏贤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根源就是不孝父母，轻慢师长。孝亲尊师是一切善法的根呢。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根源就是孝敬。所以，观经三福里讲，头一福，头两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三福的基础，也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基础。成佛都得靠它。啊，如果对父母不孝敬，对老师不尊重，那他一定会被恶业所缠缚。他这一生一定会造作恶业，换句话说，他一定会堕落恶道。啊，而且这个可能都是像经中所讲的，堕入这个阿鼻地狱、八热地狱，那年头是用千万年来计算的。啊，所以学佛头一个就是讲孝亲尊师。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不敢有恶念的，因为有恶念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恶念尚且不敢有，哪还敢
造作恶行。所以现在我们观察社会，那么多的乱象，人可以呀，唯利是图，到了谋财害命都敢做得出来，比如说毒奶粉，给婴儿吃的毒奶粉呐，这不是谋财害命吗？地沟油，有色馒头，这些种种都是唯利是图，不惜杀害人的这个健康生命。造作出来。那我们思考，为什么社会有这种乱象？古代还没有听说，还没有这么严重。原因就是因为圣贤教育失去了。圣贤教育的根就是孝亲尊师。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社会恢复安定和谐，人民百姓恢复道德，恢复礼义廉耻，要在提倡孝亲尊师上下功夫，把这个根找回来。有了这个根，圣贤教育才能够复兴。包括儒释道、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这个根，即使是现在学者再多，发表的文章节目再多，那都是昙花一现，而且会搞偏了，对社会安定和谐难以带来实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圣贤教育断了四五代了，要把它恢复，师父上人讲也要有四五代的努力从哪儿做起呢？就是孝亲尊师做起，要自己发心，从我做起，我要做到孝亲尊师。慢慢大概也要两三百年呢，这个圣贤教育才能够大兴于世。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不孝父母、轻慢师长的人，那他肯定会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受到社会不善法的影响，他也就会增极善人，败坏贤明
而这个果报也是啊，会很惨烈啊。那么，在佛经里头也讲的一个故事啊，佛世尊啊，在舍卫国啊，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啊，他的正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啊，这个女儿呢，长得很丑陋啊，这个经上描写啊，她的肌肤啊很粗色，像那个骆驼皮啊，她的那个头发像马的毛啊，很难看。这个波斯匿王啊，对这个女儿也很不喜欢，于是呢，命人呢把她关在宫里，不让他出来见人，啊，怕他出来啊很失礼，啊，见不得人的。这女儿后来就在宫里呀，慢慢长大了，啊，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怎么办呢？这个女儿谁会要？这国王没办法，那女儿也得嫁出去啊。于是呢，就想啊，找一个。贫贱的一个人啊，找到一家，那么嫁出去就算了。啊，看谁愿意要。他就啊，这个发布公告，啊，就去找，看看有没有贫贱的人。但是这个贫贱的人呢，他又曾经是啊，这个豪姓之士。啊，就是他们的等级呀，还得配得上。啊，印度人非常讲究这个等级，啊，阶级观念很强。啊，这国王的女儿不能嫁了一个奴婢的家族，啊，她要有一个这个相当的地位，啊，但是是一种没落的家族。于是呢，就找到了一个，贫穷的人。这国王啊，就招他来跟他讲，说我的女儿很丑陋，啊，那么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就把她呢，许配给你，啊，那么我也会呀，这个，给你很厚很厚的封赏，啊，给你封官，啊，给你赏赐，啊，只要你能够啊，接纳我女儿就行。那这个贫贱的人当然就是不敢为止啊，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果然国王啊给他封了大官，啊，然后呢给他很多财产。那么结果呢，这个国王就叮嘱他说：“你这个娶了我女儿啊，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女儿出来见人。”啊，要把它锁起来，结果这个贫人呢接受了，啊，娶了他女儿之后呢，就把他的这个妻子啊，成天就锁在家里，啊，谁都不能见。那么有一次，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国王的女婿啊。跟人一起喝酒，这个聚会，那么凡是聚会呢，每一个人必定是带自己的太太来，那唯独这个人呢，独来独往，都不带太太，大家就觉得好奇，这一次聚会他不带，两次、三次，每一次都不带，大家就在那想，说这个人他的太太呢。是很丑的呢，还是很美的？这两种可能都会有很丑的不敢出来见人很美的可能他不敢带出来，怕人家会起歹念
于是这番人呢，就在那里寻思，干脆我们这样把这个人灌醉啊，我们偷偷呢到他家里去看啊，他太太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啊？结果呢，有一次聚会啊，就把他的先生给灌醉了。那么然后呢，就从他的先生那个衣袋里头啊，拿了钥匙啊。这么几个人呢，就去找他家里，然后看他的太太。当时这个妻子在家里啊，非常生烦恼，哎呀，叹息自己到底曾经做过什么罪呀？为什么从小到大，自己的父王把自己幽闭起来，不能见人，现在嫁了人也不能见人？心里就觉得很懊恼。也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业。那他呢，很难得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佛在世啊，能够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于是呢，他就至心的摇拜世尊，向着世尊所在的地那个方向礼拜，祈求世尊垂慈能够帮他解脱烦恼。结果呢，当他这样虔诚的礼拜的时候，佛已经知道了，佛的他心通感受到了，一念呢之间就已经在他家里出现了，这个女子这礼拜一抬头看到，哎呀，前面世尊站在面前了，哇，心生欢喜。当他见到佛之后，因为这欢喜心一起来，佛也一加持他，立刻他的那个丑陋的相貌就消失了，身体就变得非常庄严，肌肤也非常的这个幼滑，就像天女一样，这个神采容貌世上无双，然后佛就给他讲法，当下他就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这个时候呢，佛讲完法了，就走了，就不见了。那么正好此时，这个妻子在家里的听完佛说法，证得须陀洹果了嘛，那个她丈夫的那几个朋友有5个人就要来家里面看她太太结果呢，开了门之后一看到她太太，哇，端正庄严像天女一样，哎呀，大家都非常的赞叹这怪不得这个人不敢把他太太带出来原来是这个原因然后就把门闭上了又把这个钥匙呢，拿回去揣到他先生的这个衣袋里。他先生呢，后来酒醒了，就回家了。突然见到自己家太太呀，像天人一样的美丽，就问：“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这个女子说：“我就是你的太太呀。”说你怎么原来这么丑，现在变得这么端正美丽呀？他太太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他的先生，于是他先生欣喜若狂立刻就到这个宫里向大王禀告，说这个自己的妻子因为蒙佛之恩已经变丑陋为端正了。这个国王半信半疑赶紧把女儿叫回来，这一看，哎呀，果然这女儿现在美丽无比，这国王也很欢喜一起带着夫人带着这个女儿，还有这个女婿，一起到佛所礼佛感谢佛，然后向佛请教，为什么自己的女儿
过去这么丑陋，忽然变得这么庄严。啊，而且他也挺有福报啊，身为王女，啊，这些因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佛就告诉这个国王啊，说在过去时啊，有一位大长者，啊，家里很多财富，啊，那么全家人呢，就供养一位辟支佛。啊，辟支佛就是圆觉，啊，他的果位呀，比阿罗汉还要高，啊，阿罗汉是圣人，那么这是一位圣人呐，啊，可是辟支佛呢，啊，他的身体很丑陋，很粗，啊，形状啊，这个很不好看，啊。那么当时呢，这个长者有一个小女儿，见到这个辟支佛啊，看到他形象这么难看了，于是就升起轻慢心，啊，对这个辟支佛啊，就，苛骂、毁谤，啊，结果呢，这位辟支佛他也忍受，啊，因为他已经啊。早已破了四相了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会起嗔恨啊。那么在家里接受供养，最后呢，到了要入涅盘的时候，那么因为要怜悯这一家的人啊，特别是这个经常毁骂他的小女儿，所以呢，他在入涅盘之前，他就啊。显示神通，啊，在空中啊变化18变，啊，结果长者看了之后啊，就当然更加欢喜，啊，那么这个女儿看了之后呢，她就知道自己过去啊毁谤这位圣人呐，错，啊，心里就惭愧，啊，悔过。那么祈求这位尊者啊原谅他，啊，那么当时辟支佛很慈悲呀，就让他忏悔，啊，那么罪业啊也就可以呀消除，啊，但是虽然是忏悔了能消地狱罪呀，可是呢余报还是有的，啊，所以呢他这一生。这个女儿啊，就是王女啊，啊，就是这个公主，啊，这个公主啊，长得非常丑陋，啊，又因为她曾经供养过辟支佛，所以她很有福报，啊，身为王女，啊，那么又因为她自己这个到后来悔过了，忏悔了。啊，所以他这个原来形状很丑陋啊，哎，他也能够变得端正，啊，是这样的一段因缘，啊，所以呀，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轻慢师长啊，那辟支佛那是圣人呐，轻慢圣人这个果报，那自己呀是有的受啊，啊，幸好。他最后忏悔，如果他不忏悔，那肯定是堕地狱。下面经文讲：朋友无信，难得成事。这是讲对朋友没有信用。啊，没有真诚，啊，说话、做事，啊，不诚实，不可靠。那现在确实，举世啊，都存在
信用危机啊，信心危机，人与人之间缺乏诚信啊，总是存在着怀疑啊。你看，很典型的，到这个啊美国去啊，过去大概10年前，在美国，我那时还在美国读书，上飞机呀，没有那么繁琐的安全检查，送机的人都可以直接送到这机舱口，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什么都得脱掉来检查。所以我现在都不想去美国。为什么呢？去美国啊，简直好像觉得人格都受侮辱了。到美国去以前啊，这个办签证啊，办签证的时候，总要自己证明啊，第一，你不是什么恐怖分子啊，第二，你不是什么罪犯啊，第三，你这个没有移民倾向等等。如果你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明，就会被定义为你可能是恐怖分子，你可能是犯罪分子啊，你肯定有移民倾向，你怀疑他是前提，就是把你设定为是个坏人啊，你有这个啊，这个歹念啊，想图谋不轨啊。如果你不能证明你不是图谋不轨的，那你就是图谋不轨啊。你看，这才是麻烦的，这跟中国古人是完全相反。中国古人呢，他相信你是好人。如果有人说你是坏人，你拿出证明来。如果你没有证明说他是坏人，那你就不能说他是坏人。这是中国古人的这种理念呢，这个逻辑啊。现在刚刚相反，他设定你是个坏人，你要是没有拿出证明你是好人，那你就是坏人。所以整个社会这个诚信都没有了，不仅说一般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就是家里人、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甚至夫妇之间都没有诚信啊！夫妻之间都还要互相预防啊，个人有个人的计划啊，个人有个人的这个存折啊，小金库啊，不让对方知道甚至同床异梦啊，个人想个人的事儿啊，这些都是啊社会危机啊。中国古人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啊。五常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把五常丢掉了，社会肯定会乱。所以《左传》上讲的，人弃常者忧心。人把五常、伦常都丢掉了，那这是妖魔鬼怪出来了，社会大乱。那仁义礼智信呢？仁没有了，还要有义；义没有了，要有礼。
理没有了，要有理智。智，智没有了，还得信。信是最基础的。信都没有了，那完了。那就濒临动乱，甚至亡国的危险。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啊，民无信则不立也。这个立是啊，立国，就是我们讲的稳定。人民百姓都没有，互相没有信用，对谁都不相信了，对政府也不相信，甚至对家里人都不相信。那立国的根基啊，就动摇了。那所以现在要挽救危机，要大力的去提倡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让大家看到好的样子，看到好人好事，让大家这信心重新能够恢复起来，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救，有这样的信心了，才肯去做好人。所以师父上人提倡圣贤教育要复兴，最好的方法你要做实验，做试点，做模范区。因为大家如果不看到成果，那信心是不可能有的。你说的再好听，他不相信。你得做出来给他看，他才肯相信。所以过去庐江汤池和谐示范区做了3年，做出成果了，让大家看了才生起信心呢。原来人是可以教的好的。原来传统文化到现在还可以用得上，还管用，对促进和谐社会它有效。所以汤池这个中心功德无量，就在此地，让人呢重新呢升起信心来。那我们希望复兴传统文化，就得要在自己身上做试点，做模范。我自己做到了，别人看了他才有信心。他没有见到榜样，说的再好听，他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下面经文里讲到啊，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根据望西师的意思，前面增吉善人，败坏贤明，这属于两舌的罪过。不孝父母，轻慢师长，属于恶口的罪过。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属于妄语的罪过。尊贵自大，位极有道，属于绮语的罪过。这个位极有道，就是说自己得到了，而实际上自己没有得到。未正言正，未得未得，属于大妄语，自己没有得圣道，
没有证过，没有开悟，说自己得到，这一种罪过很大，比其他的口业要大得多，它属于大妄语。大妄语的罪都是堕无间地狱。譬如说，一个人是凡夫，我是凡夫，我偏偏说自己已经成为圣贤了，世间圣贤都不能够自己冒称啊，那出世间圣贤那更不可以，出世间圣贤。第一个果位，出果须陀环。须陀环名为入流，入流是入圣道法流，也就是你真正的入了圣人的门槛了，你属于圣人了，小小圣。这是出果，出果是什么境界呢？把三界见惑断尽，见惑五大类：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就是我们见解的错误都断除了。这五大类的错误的见解放下了，彻底没有了。这叫正出果。如果我们还有这种见，不能说自己正的出虚脱环。有一种检验的方法，虚脱环什么呢？你开天眼、天耳，这两种神通自然现前。如果是说，我隔着墙还看不到旁那个对面是什么样你说自己证得虚陀环了，错了，你没证得，你是属大妄语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老人家在美国弘法的时候他说有几个年轻人跑来跟师父讲，师父，我们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请师父给我们做鉴定。师父说，我不能给你做鉴定，你们没证得阿罗汉果。那个几个年轻人说，怎么你说我们没证得，那个密宗的那个上师啊，喇嘛都给我们说是已经证得了，开始给我们已经鉴定了，说我们证得阿罗汉了。师父说，你们没证得。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偏偏说自己证得阿罗汉了，最后没法子，逼得师父说，那我现在问你这个我们现在在这讲堂里，你能不能够看到那马路上那车在走，你能不能透着这墙看过去，能不能看到他说看不到他我们这讲堂底下那个楼层里的那些人，你能不能看到你往下看，他说看不到。他说你看不到，没有天眼通啊。没有天眼通，你肯定不是虚陀环，连初果虚陀环都不是，你怎么可能证得四果阿罗汉呢？你别给人骗了。所以呀，这个当然他这几个人呢，他是误会了自己的境界，他不是有意去打妄语，如果是有意，特别是为了骗取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这就是打妄语，那决定是无间地狱。他这种呢，属于增上慢，误会了自己的境界。
自己没到那个境界，以为自己到了，他对这个境界不认识。那就要在善知识那里呀，求鉴定。而且呢，善知识告诉他没证的，他就得认。那么如果是啊，要骗取名闻利养，蛊惑世间善男信女，编造大妄语，说自己是已经是什么罗汉了、菩萨了，甚至成佛了，这都是大妄语。包括什么呢？说自己看到天龙鬼神了，他们来皈依我了，他们来护持我了，这个或者是自己得到什么禅定的境界了，见佛了，见光了，见莲花了，见天龙鬼神了，实际上没见到，自己在那说。其目的就是让人尊重他，为了供养，乍现神通，乍现精进，内心是作恶的，这种业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如果是自己可能有一点小神通，为了骗取别人对他恭敬，故意乍现这种神通，显示自己威德，都属于这类。我们师父以前就谈过这个一个事例，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法师还挺有名望的他就比较喜欢用法术这个谁要是去拜访他他呢就事先用法术让你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你去看了他之后，他说他的加持，帮助你身体就能恢复，回去就好了，实际上他是把法术收回去了，然后让你觉得他很有能耐，这是菩萨呀，可有感应了，可灵了，这都是为了骗取人家的恭敬供养。这都是内心邪染邪恶那果报肯定都是地狱所以学佛用心一定要正一定要正，不能有丝毫邪曲。因地不争过招于取那个名闻利养要把它断除得干干净净。一沾染上名闻利养，那没有不堕落而且你越有名望你的这个信徒越多，堕落的地狱越深。受罪的时间越长下面经文讲恒行威势轻易于人，这是讲恒行霸道，仗势欺人。
啊。底下呢，经文讲，欲人未尽啊，不自惭愧。啊，这都是什么呢？狂妄自大。欲令大众啊，俯首听命于他，啊，做他的这个弟子，做他的跟从，啊，听他的号令，自己呢，功高我慢，而不知道惭愧。不能够戒慎恐惧，羞耻自己。那现在社会，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佛门，都有这类情况。啊，每个行业里面，啊，有福报的，居于上位者。啊，我们讲是领导，啊，无论是大领导、小领导，如果不是自己真正发心为民，而是图自己私利，有控制、占有、支配的欲望，那他就会变成这样。横行威势，轻易于人；欲人未尽，不自惭愧。啊，所以他选拔人，都选拔什么呢？哎，听命于自己的，啊，对自己是俯首帖耳，啊，好听话的。啊，如果不听话，哪怕他这个人很正直，啊，很能干。啊，很有德行，都不会用它，啊，甚至会排挤它。啊，用人为亲呢，不是用人为贤。啊，喜欢呢听好听话，喜欢人家赞叹他，不能接受批评意见。啊，那这种人很多啊。啊，那这种人最后福报享尽了，肯定是堕三恶道。啊，《太上感应篇》讲到在位者之恶，讲的很多。啊，应该啊，常常。用来反省自己，啊，做一个领导，如果不把自私自利放下，不是一心为民，那在这个位置上，造业就会很重。如果他能一心为民，大公无私。能修无量功德，所谓啊，公门里面好修行啊，积功累德也是容易啊。那么在佛门里面也是如此啊，有威德的啊，就是一个学佛团体的头。啊，这也是领导，他带领大众修行，那使命是很重啊。他肩负着这些学佛同修们的法身慧命这样的重任。如果把这个大众，带上正路，啊，他们将来学佛都能成就，都能往生净土，这功德无量无边。
如果自己有私利，啊，不能够啊，一心为同修们去服务，啊，在带领大家的时候，还有名闻利养，啊，这样的贪图，那就会呀，把大众引向邪途，啊，就是自觉不自觉就会引向邪途，啊，可能啊，把大众带偏了、带邪了，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有功德，到最后是啊，断人法身慧命，那是下无间地狱。这个果报真的是失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啊，极微细的念头，最后导致极严重的果报。啊，不可不戒慎恐惧啊。啊，那么我们师父在这个科判里面把这一段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欲人未尽不自惭愧啊，这个冠上啊科题叫夸大自欺，叫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不能自欺啊，对自己首先要真诚啊，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夸大，更不能自我标榜啊，有这样自我标榜的心这就很危险啊，特别是有名望的、有地位的、啊有威德的这样的人，他修功德也大，造罪业也大，啊，底下一段是讲到福尽恶归。福报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了。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这是没有惭愧心呐，就很难改邪归正。这个降化就是讲啊教化让他回头。那降是降服，化是教化，很难教化降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常怀骄慢，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啊，所以是非颠倒、善恶颠倒、邪正颠倒，自己颠倒不要紧嘛，还让别人跟着他一起颠倒，这一颠倒必定招来灾祸啊。那么灾祸还没降临之前啊，他
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想着福报，这个福报是什么呢？赖其前世福德因果，过去生中修得的福报，而且他这个福报都是从佛门里面修来的，不是在佛门修，他不可能得那么大福报。啊，包括现在世间做领导，啊，或者一个领域里头的领袖，这么大的福报，多半都是在佛门里面修的。啊，这个福报很大，就营护啊，营就是卫的意思，保卫他，啊，护着他。虽然现在横行霸道，啊，作恶多端，但是因为前世修的福德很大，卫护着他。啊，他福报没享完呢，啊，所以他还能够啊。撑着一些日子，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啊，这一世造作恶业，啊，把自己过去生中所修的福德啊，全部都消耗尽了。啊，这个就像啊人的银行存款一样，啊，这个存款你可能很好多事积累下来的，啊，这一生你拼命的用，拼命的糟蹋，最后啊存款用完了，啊，你就变成穷光蛋了，啊，那么。当自己福报消尽了，今世的恶业果报就现前了，灾难就来了。啊，所以望西施啊，在注解里说：“今依造恶速善灭时，善神舍去，故今世遭恶，此恶为痛。”那这恶人这一世造恶，那么宿世的善业使他能够有这个福报，所以他也能够支撑他造恶。想造恶的人也要有福报，他才能把恶造成功嘛。那他没福报啊，想做恶都做不来。你看那希特勒有多大的福报啊，杀这么多的人，几千万人，他还能依旧活得挺好。这宿世的善业太多了，福报太大了。假如他这一生为善了，那不得了啊，他这个福报可以啊，利益多少众生。那下一世就可以做大天王啊。可是呢，这一生的不善，就是这里讲的，横行威势，轻易于人，日人未尽，不自惭惧。他没有惭愧心，他认为自己很不错，自以为是，杀人如麻。每杀一个人，当然就损他的福报。到最后，你看。福报最后肯定有尽的时候，再大的福都经不起这样糟蹋啊！所以最后他自杀身亡。啊，宿善灭了，消尽了，善神舍去。因为他造恶，他不行善，善神都远离他，恶神都跟着他。啊，所以这一生这个福德就消灭完了，他就遭到恶难了。
所以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几年了，4年的时间而已。4年就把他累生累世所积的无量的福德全部消耗尽，最后自杀身亡。苏俄军队打入柏林的时候，把他的尸首找出来，都已经这个面目全非了。身体都臭秽不堪。那他这是现世报。来世呢，神识肯定入无间地狱。这不用说的呀，发动战争的人肯定都堕地狱。那希特勒是肯定是无间地狱最苦的地狱。这是五恶五痛五烧啊，痛是现世报，烧是来世报。那在地狱里待多少劫呀？不晓得了。地狱业受满了，出来还得还命债。说那个前途是太苦了，趁一时这个自己作威作福啊，横行威势啊，就是几年。所以这是福报大的造业也大呀。所以人受什么样的教育就太重要了。如果从小受到错误的价值观教育，长大了，那真的就会为非作歹。那苦报就无穷。净影书也有这样的解释这是隋朝慧远大师对无量寿经的注解。说速善灭尽善神舍远。身无依其依倚多遭恶难，是其痛也。这是讲到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寿命最后尽了，善业所得到的福报全部灭尽了，善神都离开他了，自己身没有丝毫依靠，于是就多遭恶难这个苦难就来了。什么苦难呢？最普遍的，身体遭病重病，临死的时候病得很痛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直饱受病苦折磨这口气就是断不了一直在受苦这是痛诸恶饶归这是恶报开始现前了。这个报到受尽了气断了，就会堕落三恶道。底下经文就是讲苦集悔迟这个时候痛苦到极处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们来看经文讲到，又起名记记在神明，
殃救千年，无从舍利。这个铭记就是记录这个人的名字的那个册记啊，在阴司地府专门有记录人的罪业的这种啊册记，就我们讲的档案啊，阴司地府的这个档案是非常的这个啊具体，很细致，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归记录啊，记在神明，就是神明将恶人的罪行啊记入这个案册当中。殃救牵引，这是他的恶业牵引他要到恶道里投生。慧疏，这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讲到无能他人牵我者，为父自业，自入恶趣故。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牵引你啊，谁牵引呢？恶业牵引啊，所以上天堂下地狱不是天神主管，也不是阎罗王能够帮你拉下去，全是自己造作的，恶业照感，恶业变现啊，就像人做梦一样，梦境是谁造的啊？不是上帝，也不是阎罗王，是自己的心变现的。你做梦的心变现的，你要是这个心是善的，那你变现善的梦境；如果心是恶的，那就变现恶恶梦啊。全是自作自受。所以到临死的时候，恶业牵引的，没有办法舍离，离不开这个恶业啊。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这就要到地狱里面受苦了啊，这个火祸就是代表地狱。地狱里面呢都是猛火，这个火就是我们讲的大锅，大铁锅啊，要下油锅了。这是用一种刑罚来代表啊，地狱里的刑罚可是太多了，刀山剑树啊，你看我们前面讲的黑绳地狱、烧热地狱啊，所以不光只是油锅而已啊，油锅是一种啊，还要把罪人呢扔到那个石磨里头磨成浆水出来啊，造作口业的堕拔舌地狱啊，舌头被鬼族拔出来啊，钉在那个钉子上啊，然后用犁来耕。那么这些全是自己不善心所变现出来的啊，身心摧碎呀，身心枯竭啊，到地狱里头，身体啊，心灵都被摧毁破碎啊，像这个黑绳地狱
啊，那个是黑绳，啊，那是燃烧的火，高温，啊，而罪人的身体又非常疏松，黑绳一鞭打过去，身体就碎了。神性苦集呀，神是精神，形是形体，啊，都到了极苦，啊，我们想象不出来。净影书说，恶业所牵呢，鬼神摄入，将入恶道，受苦焦焚。恶业牵引着罪人到地狱里头，啊，那么他所见到的是有恶鬼，啊，像民间所说的牛头马面，啊，就来诉来这个拿着枷锁，啊，要拉这个罪人走了，摄入就把他带到了阴曹地府。啊，见到阎罗王了，阎罗王给他判罪。啊，这些种种全是自己啊，业力变现，就是刚才讲的梦境，他梦出来的。那实际上呢，他的苦是真感受到。就像人做噩梦，他噩梦里头他不知道自己做噩梦了。啊，他真的有苦受啊！啊，将入恶道，受苦焦焚。啊，受的苦，那是极痛、极剧。啊，焦，烧焦，焚是被焚烧。啊，被焚烧的时候，你说多痛苦！啊，所以叫做神行苦集呀。当思之时，悔夫何及？这个时候后悔莫及了。啊，为什么呢？业力已经现前了。想要离开地狱不能，必须是业受满了，报尽了，他才能离开。在法院诸灵里面引了出药经啊，这一个公案，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尊者叫满足，他已经有通了，那么有一次他就到恶鬼界，他观察，看到了一个恶鬼，形状很丑陋。那个很可怕，让人毛骨悚然。身上呢，都出火，烈焰在焚烧。口里呢，一直都爬着那些虫子出来。而且呢，全身都流着脓血，很臭。这个口里出的火啊，能够长数十丈。喷着大火出来，那个眼耳鼻身，这个肢节都有出火焰，而且都能出数十丈的火焰。他的唇呢，那个口啊，就像一个野猪那个嘴一样，身体很大，有一由旬这么长。这一由旬，如果是按照佛经的那个算法，应该是40里那么长。身体很大。因为身上都烧着，所以手都在身上抓。在哀嚎，在痛哭，在奔驰。那么满足尊者见了之后就问了。
你做了什么样的罪呀？为什么受这样的苦？这个恶鬼就说了，说我过去也是出家人，啊，因为呢，贪念呢，房舍，啊，就是道场，啊，对道场生了执着，啊，不肯舍，兼贪，啊，而且呢，自己认为自己呀，原来是豪族出身，啊，那么常常出言臭秽，就骂人，啊，也生起嫉妒心，见到持戒精进比丘啊，就会骂，啊，就会毁谤，所以呀、啊，恶口业呀、啊，造作的很多，现在要受这样的苦，啊，所以呀、啊，他劝这个尊者啊，要告诉世人。您以利刀自割其舌，啊，自己把舌头割下来，受这样的苦，啊，也不能有一日啊骂精进持戒比丘，那不能说出家人的过错，啊，不能够讲，特别是有道德、啊有戒行的修行人。啊，他说：“尊者，你回到人间，啊，你把我这个形状啊，这样的一个受苦的状态，告诉这些比丘们，告诉这些修行人，要善护口业，不要乱毁谤，啊，否则将来就变这样的一个苦报。啊，而他说呢，自己要在这个。”恶鬼界里头要几千万年受这样的痛苦，而且呢命中之后还要堕入地狱啊。这个恶鬼说完之后嚎啕大哭啊，啊，当时啊就像大山崩裂一样的那个哭声啊，天翻地覆啊，痛苦不堪，啊，这都是过去曾经造作恶业感得的苦报，啊，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妄语戒，啊，就先讲到这里，啊，下次呢，我们会呀，把这个《十善业道经》里头的这个讲到啊。四种妄语，借四种妄语的经文啊，拿来跟大家分享。好，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